小伙伴们，你们不会到现在都还没有发现吧？蛋仔岛中的至臻蛋仔沙利娃，他的第一个好朋友就是在他腰间悬挂着的小鲨鱼。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沙利娃的好朋友只有一只小鲨鱼。错，大错特错。其实沙利娃在蛋仔岛中还有隐藏的第二个鲨鱼好朋友。你们难道不好奇沙利娃隐藏在蛋仔岛中的第二个鲨鱼好朋友他究竟是谁，长什么样子吗？众所周知，沙利娃在蛋仔岛中就站在特发公司的门口。如果你也见过蛋仔沙利娃，那么请点一个赞。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我们发现沙利娃的第一个好朋友小鲨鱼他并不是没有名字，相反爱睡觉的小鲨鱼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遨游纱布。并且我和学姐发现，遨游纱布这只爱睡觉的小鲨鱼并不会一直待在沙利娃的身边，他也会离开沙利娃躲到商店建筑物的橱窗中睡觉。对了小伙伴们，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因为我设置了只有蛋仔大神才能关注，不信你可以试试。Later. 那么蛋仔岛中的沙利娃他被官方隐藏的第二个鲨鱼好朋友究竟是谁？今天我和学姐在蛋仔岛的商店中找到了沙利娃被官方隐藏的第二个鲨鱼好朋友。这只蛋仔名字叫锤头鲨，他和沙利娃一样都是鲨鱼，所以肯定认识。所以说蛋仔海岛中的沙利娃他共计有两个好朋友，第一个好朋友就是悬挂在他腰间爱睡觉的遨游纱布，第二个好朋友就是商城建筑物中的锤头鲨。小伙伴们，你们知道了吗？